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rew， 欢迎回到 Rains Game of Thrones。接下来就来找出剩下的铁王座候选人吧。接下来的话，再来当一次之前很早就失败的琼恩·雪诺。目前还不知道他的特殊能力是什么。啤酒花生病死了，需要钱吗？啤酒花，好吧。跳蚤窝的穷人越来越多了，要怎么办呢？安置他们。皇冠在你头上很合适，丹尼利斯。你要的话，随时拿走。这是你的宿命，是这样吗？丹尼利斯将在厄斯索斯建立帝国。哦，所以他的目标不在这里了吗？咦？这对我来说应该也算是剧透吧。我需要你，你并不需要，你才是铁王座正统的继承人。我需要你，乌鸦之王会质疑你保卫王国的忠心，就算你肆意扩张权力也怎样？令人疑惑，这就是我的特殊能力吗？乌鸦不就是守夜人吗？我的确爱你，但我对你并无义务，我会尽所能的帮助你的。好吧，再见吧。他走掉了。接下来常受到海盗和来自铁民的骚扰，建立舰队吗？不小心与铁民们挑起了战争。有战争则必有其用途。愿七神的保佑您，孩子。可是琼恩不是信仰旧神的吗？还是他之后会改信仰吗？如果说我知道一个真相，能颠覆你所有对自己的认知，你想让我告诉你吗？什么东东？讲一下吧。艾德·史塔克不是你的父亲，你的双亲是莱安娜·史塔克和雷加·坦格利安，他们在你出生之前完成了婚礼。这个已经被证实了吗？虽然我好像看到那个人物介绍的时候有讲到这一段。怎么做到的？有记录作证。哦。我终于明白了，所以那是真的吗？喝东西提神，什么东东？诶，信仰又下降了，糟糕！蜻蜓的金色葡萄酒，敦的夏日红，瓦兰提斯的甜酒还是石榴汁果汁？让我们的罗宾伯爵和珊莎·史塔克结婚。对吧？糟糕，信仰！我很惊讶，殿下，你的姐姐青春已不在。什么？她不想要？她不想要？为什么那个字体好像都超过了？财政大臣，又要派军队吗？保卫东方，保卫东方。我也是个很好的倾听者，奥利安娜。这个如果拒绝，信仰会上升吗？哦，可以可以。现在那两个数值太低了。公然敬奉旧神的行为很可能引起总教主的不满。这样子好像会再下降，不然就摇头。诶，摇头到底是好还是疑惑？你未来都城朝圣信徒在路上惨遭雇佣兵杀害，赔偿他的家人吗？
赔偿的话，钱应该会下降，信仰可能会上升吧。现在信仰有点低到不行了。啊，没有钱了。又来了。好难哦。怎么会那么难呢？我怀念斯坦尼斯，他有着真正能掌握的血脉和手腕，但他绝非亚索尔亚亥在世。嗯，怎么办呢？新的途径，怎么会那么难呢？没办法再让他活久一点吗？琼恩，还是多注一点数值好了。召集封城。兰尼斯特家族背叛了我们，他屠光了我们的军队，这意味着战争。派军队去。尊敬的陛下，阿斯特一直在骚扰他的侍女，把他叫来。维斯特洛人笃信七神信仰，点头，重建教会武装。这个教会相关的决定会有更大的影响。我们在城堡的地下发现一个间谍，带我来看看。炼金术士工会的会长。诶，这个教会那里，掉好多。揭露是谁藏在地牢里，所以就是他咯。许多红骑士和教会武装在圣地里起了冲突。这是圣杖，红祭司又上升了。山沙从林东城寄来渡鸦，好吧，上去吧。接下来又要旅行了吗？靠近你的马车。要不要绕路？绕路，摇头。商旅，商人的货物，看一下。施以重刑的男人，捉捕归案。要在死扎营吗？点头。点头。到达了。派使者去。接下来又到林东城了。欢迎你回家，陛下。回家真好。兰尼斯特士兵对我们在赫伦堡外的军团发动了攻击，又要战斗了吗？重新整队。哦，不会吧，又要来了。要怎么做呢？我们大获全胜，哎，就交给他就好了嘛。把领队带来，带一名人质，钱快用完了，他们都是疯子。应该要怎么做呢？他们都是疯子，他们也没请示我。钱的部分怎样会上升又下降了？一次失败。奇怪，那四位到底是谁？接下来换詹姆看看。
那四威池无法找出来是谁，大量动物死亡，故意做给别人看的，戴兜帽的人影，点头，有人失踪了吗？没有出路。谢谢你，多恩向我们宣战了，派军队去。曾经的弑君者，现在成了国王。陛下，我对那些动物尸体进行了检查，凶手有医疗知识。真令人不安。多恩士兵，准备开战吗？点头。哦，又是战斗吗？你会带兵作战吗？我要带兵吗？点头的话，我就要带兵了吗？管没错，敌方的弓箭手，首先，弓箭手射出密集的箭，然后多恩的骑兵能够威胁到我。红衣卫是什么？能够威胁到我，骑兵、步兵、红衣卫、骑士，重整军队。诶，这样就获胜了。带敌军首领来，战胜多恩了。被木棍贯穿，加强巡逻，给国王提名新的守卫。谁？格雷？这些我都不认识。算了，查布顿缺乏经验，好吧。艾德爵士时刻跟着我。艾德，太过分了！伊林潘被人刺杀了，瑟西的心腹之中定有人背叛。去调查。所有的迹象情报都表明，能杀掉伊恩佩恩的嫌疑犯只有四个。给我看看。守卫、士兵、主教、贵族。守卫吗？我是无辜的。当时要去要塞的路上，士兵啊。哎呀，不能凭空污蔑我，不然会是谁？我不知道是谁啊。犹豫，你犹豫我就选你吧。走向谦卑忏悔之路吧，好吧。剩菜要怎么处理？分给穷人。皇家比武大会要不要参加呢？把我的马牵来，这要自己出战的意思吗？找人带我出战。挑战看看好了，虽然感觉会输。格洛佛爵士吗？光之王有什么建议吗？阴谋、贿赂、祈祷、威胁。祈祷是什么？
祈祷失败了。我还能站起来。早安。这个是多恩人，直接把它处理掉会怎样？试试看。要战斗了！男巫们正在密谋推翻我的统治。异鬼入侵维斯特洛不过是人口清洗的一种特殊方式。派间谍。新的议题。外交专案。情报。再去酒馆看看。昏暗酒馆。会发生一样的事情吗？我认得你。领主，继续听。那是谎言，那是谎言。哦，糟糕，又选错了。我怎么老是选错呢？詹姆的特殊能力还没有出现呢，他特殊能力会是什么？受到异教徒的逮捕了一个人，像学士。哦，山姆，不死大军要怎么帮忙呢？点头，克制，当然。买点野火，好的。铁金库为你提供一小笔贷款，可是我现在有钱呢。三叉在环河城大发雷霆，什么？哦，佛雷加的问题。哦，林东城主新卡牌。诶，三沙也是其中一个人吗？真正原因是，我知道，我明白，好像一样。诶，这个字变得好长。食材吗？千层饼、香肠。人民要满了，又来了，好难哦。至少，看来北京温和的白鸽也长出了獠牙。所以说，如果三杀，哦，下一位就是三杀，那就来试试看好了。三杀，真奉刺三杀史塔克重回君临，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没人知道。明白了，谢谢你。让他杀害他，把贵族的女儿嫁给一名下流的兰尼斯特表亲，这是个坏主意。想不想一边填充国库，一边观察各大家族动态？点头。吴奇兄弟会日益壮大。找到他们，尊敬的陛下，准备派，这个好了。无垢者训练他们，有什么建议吗？有什么建议吗？那就派去长城吧。研究七神信仰，
扁头，小小鸟，约翰尼，好吧。人质量大幅下降，我会调查到底。钱越来越少了，圣坦要变成罪恶之地了。加强巡逻。当然，红色的衣服。我又不是兰尼斯特人。加强巡逻，把妓院都关了。加强巡逻。哦，人民满了。诶，怎么弄啊？这么快？再试一次。试着弹劾兰尼斯特，你们先开战的。假装心里受伤，这是真相啊。他走了。贷款额度，所以我可以直说吗？要回北境，接下来又要去临冬城了。怎么好像常常这样子？点头，放缓行进速度。点头，逮捕归案。修桥，点头，兵分两批，点头，这样就抵达了。吹响号角，这样就回到临冬城了。琼恩雪诺。好极了，北境永不遗忘。哦，他的特殊能力是这个吗？我因权力不足而灭亡。发动的攻击，攻击。尽量避免正面交锋，交给你了。啊，钱快没了。你好，爱人。却未赞助人，我会考虑的。是的，情报专案外交。情报，点头。要赢得酒馆纠纷的话，就要选酒馆吗？来试试看吧。要怎样才能赢得酒馆纠纷呢？我认得你，肮脏的乞丐，你想挨打吗？来呀、啊！打他！哀嚎的跑出去了。要打他还是奉承他？和他交谈，和他交谈，和他交谈。哦，不行！点头。哦，这样算赢了吗？
一份礼物给我看看。莱宁斯特表情，你的价标是一大堆金币，我很期待。他们需要休息。找到了瑟西，抓来见我，派去刺客，抓来见我。孔雀的骨灰，派对人去。丰厚，点头。瑟西，用眼睛瞄你一下，咱们继续吧。然后呢？人群骚动起来。这之前发生的事情，要选把他杀掉吗？这样就结束了。重整旧路，没钱了，哈哈哈，又没钱了，好像很难成功的感觉。剩下的三个人是谁？情人，情人之吻，这样就死掉了，被亲一下就死掉了。点头，加强巡逻。下去调查，给我看看到底是谁会杀掉我。如果之前选错的话，要塞的路上不是你吗？难道是主教？是你哦，脸好像在融化。你是谁？哦，艾莉亚。所以是艾莉亚吗？不是我。瑟西吗？所以下一个角色是艾莉亚吗？心得一提。又驾崩了。艾莉亚史塔克，怎么可能？下一位是艾莉亚。试试看艾莉亚的故事。整个红堡陷入梦乡。缝衣针，这是什么？这要向哪边走？这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上楼梯。哦，所以我是来刺杀他的吗？你在我的名单上。所以说，应该拿来做什么呢？铸剑。
懂。我知道你是谁。杰克白。你骗不了我的。对对。乐派向你问好。哈哈哈。面具摘下来。艾莉亚，难道她是那个那一位？哦，詹德利，果然是詹德利。哈哈，变身也变太多了。私生子之王，詹德利也是其中一个吗？陛下，我想和你借一步说话，这边请。秘密。新的宗主教。祈祷。海峡最可靠的生意伙伴。什么朋友？看一下。有点歧视。跑到门口，摘下面具，一切都不一样了，一切。我需要你，你真是传奇，你会留下来吗？我应该怎么做？永远不要暴露真实身份。你会留下来吗？点头。期盼见到他的女王。打算讲什么吗？有趣的问题。失忆鬼，因为我们有盟军，我们有盟军，大家的承诺，人人有面包吃，接受建议，做一场演讲，我同意，别无审判。点头，但愿如此。点头，安达尔女王，你好。我会考虑的。给我看看。金色头发的头颅，你的标价是走着瞧吧，来不及了，要绕跑了。詹德利有着权力的血脉，但手腕稍显软弱。詹德利，中间会是谁？詹德利这个角色，试试看。欸，他地方在酒馆吗？国王陛下，哦，夫人吗？还不是夫人呢，你是了。摇头，跟过去，酒馆，我认得你，大孙子，
我来拉去。窃听，暴露身份，暴露身份会怎样呢？私生子王，再怎么暴虐也不会推翻我。把他们藏起来。铁舰队在哪里？我只是想谈谈御前会议外交。铁八，敌人葛雷乔伊，你需要我的粮食，试试看啊。大学士如何？点头。该怎么处理他？进攻。我会准备作战的。点头。啤酒花都生病死了。来不及了。剩下一位是谁呢？哦，哎，为什么是杜鸦？你，美丽山竹听到耳边传来模糊的低语。三眼乌鸦，美丽山竹女士，来自雅夏的红祭司，拉赫洛的信徒，东方的女巫。东方女巫现在在做什么？所以，我惧怕你，我关怀你，关你，我关怀你，我嘲笑你。我们还会重聚一次。时间已到，凛冬已回来，世间万物均未停地。好多，已经舍弃自身，跟随我的声音。此刻才是游戏的核心。被他在火中所见吓到浑身颤抖，美丽山卓离开了碧炉城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但几天后，他做了噩梦，梦中满是奇怪的幻象。发生什么事？奥尔哥马格拿，谁？总司令大人，醒醒醒醒！我们听到一声号角，是游击兵回来了。前方带路，你跟着事务官来到了长城大门，眼前并无游击兵的踪迹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哦，第一次出现在长城外面吗？人呢？我不喜欢这样。下雪了，我们应该回去黑城堡了。不，我认为我们得去一趟。我们不能丢下弟兄们，万一发生了什么事。你说的对。你也能感受得到，是不是？外面有什么在呼唤着我们？点头。你向着长城外一路走去，寒冷侵入了你的骨髓。异鬼向你逼近，森林中一片寂静，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。进攻！进攻！异鬼赤手空拳抓住了你的剑刃，九只乌鸦冲向他，发起了进攻，你才能后撤一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边请，我的朋友们没法拖延他很久。森林之子摩斯，这股冬寒还会越演越烈的。带我这九只鸟走吧，他们会示范给你们看如何恢复平衡。新的命运，九只乌鸦。第十三任总司令回到了黑城堡，带走了九只乌鸦，他们的后代在维斯特洛大陆繁衍不息。所以说，这是什么情况？
拉赫洛，黑暗正影响着你的幻境，让他们不再纯洁。请让我见识凛冬的九位信使吧。又是九只乌鸦。一个未能当上学士的人，抓起一把亮晶晶的土，乌鸦展翅高飞，选择一个统治者。哦，所以说这个可以回到这里，然后王国的士兵，好像描述都不太一样。冰湖，这个呢？投石机，这个是剑柄。金属巨人，雄鹿，这个好特别哦。红色的树，这是什么意义吗？龙金上自己的倒影，那个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真令人疑惑。好吧，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咯。如果任何想对我说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